到一次游玩。原子少年出身，男团 Ozone 全都穿上白色元素服装上阵，唱跳出道后首支单曲。电商平台举办艺能大对抗晚会，原子的水星阿垮元少年也来了，集结大咖吴卓源、林俊逸等人轮番上阵。身为主持人 Sandy 吴珊如挺着六个月的孕肚主持，在10月26号那一天才发行一天哦，就已经在让 YT 发烧。这个对于身为 YouTuber 的观赏文来说，是恨得牙痒痒的。身穿亮橘色两节式套装，虽然裙子本来就微蓬，仍然能看出肚子已经不小，跟十月中出席活动时比一比，明显大了不少。粉丝也关心目前主持的《萌宠明星出奶玩》等三个节目何时会停工待产。1、2月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我要回去算一下，我还没有想到那边。对，但是就是该做的工作一定会好好做好。然后快快生完，快快回来。另外，近期回归的购物专家丽晶也现身晚会。今天您是来帮我们当关主的，啊，顺便跟我们玩玩游戏。这位是小瓜是吧？茱莉亚了，茱莉亚。我们一开口就是自己近期的新闻话题系小瓜，一旁黄子佼赶紧要他以和为贵，笑翻全场。平台晚会有表演有笑料，民众隔着荧幕看也超过瘾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